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10月21，星期四，天气雨天。那今天本来星期四呢是农场的环保酵素日呢，因为下雨，那今天就不执行这个喷洒的动作。那今天要干嘛呢？哈哈，那只好下山去买买菜啊，因为刚刚旅游回来。冰箱的东西呢，空无一物了。那来去补充一下，粮食再说。反正也是下雨，那就出门，然后顺便把车子整理整理，让它恢复平常的样子，坐起来舒服一点不打紧呢，还可以省油，因为毕竟车泊的用具呢还是有一定的重量。那把它卸下来以后呢，车子就轻盈多了。那这是今天的工作。那至于闲置农场呢，可能也免了。等一下呢，可能出去前呢，带女主呢去看一下我的田龙族因为我觉得它长得不错。等一下也可以顺便拍照给各位欣赏一下。那今天还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草莓因为草莓到了这个季节呢。是一个很不错的生长季节大家也可以开始准备种草莓喽。这是我们的草莓专区，其实已经好久好久不曾帮大家介绍。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开始帮大家介绍呢？最主要呢就是草莓又开始它的一个生长季节。经过了夏天炎热的这个酷晒以后呢。它现在长出来的嫩叶呢，就非常的美丽。我今年的草莓呢，有做减量的动作，因为女主说草莓呢，种太多盆呢，整理起来很辛苦，所以现在就点缀先种一下。反正有就好了嘛，又不是种草莓来吃，想想也是啦。所以今年的草莓呢，最主要就是以娱乐为主了啦，生产为辅了。OK，这是我们的草莓专区。这是可爱的田螺笋大家都可以看到，这田螺笋呢，注意看它是不是发芽了。那下面这边呢，你如果注意看呢，你就可以发觉它是不是长叶子了。想必呢。这个田螺笋呢，应该是存活几率应该大大的提升了，尤其是后面这个，可以看到吧？那想必它已经确定活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的田螺笋看完了，要出门去采购喽，走喽。